游戏，这是凯莉老师最厉害的，然后所以凯莉老师来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文心喉咙比较不舒服，所以凯莉老师你帮他选粉丝。好，哎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你可以用眼神跟我们讲，然后我们帮你选粉丝。可以。你喜欢什么鲜肉型的，还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帮你选。听说他喜欢壮大型。哦，他喜欢大型的。不是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凯蒂老师，我们要开始选，各选一个。没问题。我不要选的，你最在行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让文心挑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待会一样数一二三，我们文心会选你哦。文心，我先进。哦，哎，我们不用选了，他直接举起来了。然后所有人先举一下。哇塞，这一张知道明天怎么用了吼，我们这个尺度不是平常看得到的哦。对啊，文心真的很谋福利耶。对，今天是为大家谋福利的，我们小舞台永远不会让。对啊，小帅哥，小帅哥来秀。然后现在凯蒂老师选的哦。现在我们今天有荣幸来这舞台，等一下不要紧张哦。OK， I count to three， one， two， three。哎，后面，在后面那一个，对，就是你眼镜的小哥哥，对，就是你，他速度超快的耶。你说速度超快的？我今天一直说错话，我说举手的速度，举手就是每个人。对，待会玩游戏，请你们要使劲摇哦，使劲摇哦。我们先给大家磨一下眼膜，来哦，温馨一来使劲摇方法。好，摇。这个角度我不行了啦。对，其实我今天是来当代班的。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哎，那我们今天的呼啦圈要摇几圈呢？我们今天轻松一下，我们不要太残忍，今天最后就用一圈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最后，全部都一圈吗？对，我们今天就一个就好了，连男生都一圈，因为我们还会有两乱哦。没有，是指那个一个。好，一圈。我觉得他两圈也可能不太行。对，好，一圈好了。我们怕当场男生等一下会没有力气。等一下手不要颤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男生那个我先选的那个，来这边。好，你们两个一起摇，谁先掉下来谁就先输了。OK， 啊，我去。那个等一下我先说明一下游戏规则，是一位粉丝跟一位女郎。对，那我挑中的是哪一位？你说眼镜的，每个都眼镜的，因为两个都是有眼镜的。那个呢？海报是谁？海报的举手。哦，好，那这一位是文心的，是文心的。OK， 那我们先让文心比好了。哎，文心，你不用拿那么，文心你不用拿那么多啦，你跟一个就好了。一个摇不起来，他想要用两个摇。哎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哦，三个哎，哇！如果男生输的话，你真的是被屌打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赢的，有没有信心？这不赢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真是他跟我说没有信心，他在你这边，你还没信心。我不会摇什么。今天有史以来有一位摇自己拿麦克风跟我说我不会摇呼啦圈，你这样子眼睛只想一直看他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好了，好了，摇一下。OK， 那哎，两个离远一点哦。OK， 好，眼睛要认真摇哦。好，大家肚也顺便准备一下哦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哎呦，这个名牌好香哦，我先捡起来。对啊，我要闻一下，闻一下有没有？来，那我们闻先继续摇，看它可以摇多久。哦，好好看，哎呦，哎，尖叫声在哪里？露营的，第一排的，第一排的。哇哇哇！好好看哦。哇，天哪，这美妙画面，这是天使间的哈。OK。好，男生输没关系，可是你可以跟文心合照。是，对。手机有没有在身边？手机有没有在身边？可以。